朋友。听说你们公证那一天还出状况是不是？他真的很强，因为要公证那一天就是到要找自己最好的闺蜜，然后时候我就跟他讲，然后时间地，他说好没问题，然后等于男生要找一个他最好的朋友。对。然后我们当天到的时候呢，户政事务所人就说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证人要两个。我说我知道，不，另外一个还在赶路，然后他就大迟到，然后迟到一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平时都找到，我做工作，连我经纪人都会叮咛我说，你可以不要太早到，我求你，因为大家都很有压力。所以那一天呢，是因为我男朋友。我已经等了，我已经 stand by。 他说那个真的很近，我说可是人家是要结婚的，我说我们要赶快一点，赶快一点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赶了，然后就是因为内湖那边塞车，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男朋友吵架了。你知道人家今天是结婚，是多么讨喜的事情，是看时辰，其实好像没有看时辰，我刚刚是看时辰什么什么。你这样子真的是，然后我就开始躁郁症，因为我很怕迟到。然后婷婷说我已经到了，那我先到三楼，他三楼吧，对，然后我已经排到了，现在就是我了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你知道，我就压力很。很大，所以我就赶快上去，就是我觉得，而且他一来又继续在呛，因为人家就跟他讲说，好，那你们到了之后，要证件这样子，要身份证，他就说健保卡可以吗？然后那个人说不好意思，要身份证，那驾照可以吗？拿驾照出来，然后那个人就是说不好意思，要身份证，他说等一下，身份证，身份证，身份证，一直在演那个，我好像没有身份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然后后来就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他就给人家，然后好，我就算了，我就默默看他在那边，因为他现实生活中就这样。对。然后那个护证师傅说好，让他来签名什么什么，他说好好好，他就给我一直要签在新娘的栏位，是上面，是上面。整个当下他可我不知道太细白怎么样，他突然就说等一下，我先核对一下我资料对不对，又把人家身份证拿回来，然后核对他的名字地址什么对不对这样子，然后再还给人家。然后后来整个好，你的名字姓名地址这有需要核对吗？是没有啦，只是签名，我只是因为有点吓到啦，要又是写错这样子，我想确认一下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王宇杰差点嫁给他老公，那天差点变新娘。对，然后后来想到这样就算了，就那个这里已经结束了嘛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是不是要去后面拍照？因为户政事务所有一些给新人拍的地方，然后说快点来拍照，快点来拍照，然后叫我们大家，他就站在席位，已经站好了，然后就写东西的柜台就站好了，我就想说，他该不会穿的还很排场？我跟你讲，他那天给我全妆，然后还有带围卷，有够浪漫的，你看那么漂亮，他才像新娘好不好？我在旁边在祝福他的人啊，还发花，发圈，王宇杰拿花，发圈，我是拿给你，你看多可爱，反正。他那一天就是真的把自己弄得很漂亮，然后拍照的时候一直搞不清楚位置，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不要站在中间。他说好好好好，然后就开始拍，然后拍完之后他说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然后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们还要领身份证。哦，又开始，他就一直被哦，哎呀，他是很容易受惊的一个女生，很像放电池的状况。可是很感动，因为他真的很爱你耶，比他自己的事情还要慎重耶。对，他自己结婚可能都没那么兴奋呢。对。我哎，对，完了，因为我真的很替他开心。但是其实那一天公证那一天，我也做了一个我觉得蛮不讨喜的事情，因为他结婚前，我有叮咛他一定要签结婚协议书，婚前协议书，婚前还是结婚结婚协议书，婚前协议书。因为我其实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我当时蛮害怕。其实我一到了，我也问，哎，那你们签了婚前协议书吗？他们说还没，所以我就当场我希望他们先签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保护男方跟女方，就是对两方都好。所以我也跟他老公说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一定要机车一点，但我觉得希望你们签，对双方都好。所以我觉得也是逼他签。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好像还是要做。你希望他签的内容是什么？其实他那个内容很细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拿了之后，我也看不太懂。然后因为他也是去问他朋友跟他律师的朋友，主要是财产是都是自己的。再来就是你可以说你们孩子是要怎么去养跟分担。我觉得是我必须替他想，是因为我觉得甜甜是一个很容易就冲动做事。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感觉你比较像会冲动做事，对啊？真的吗？没有哎，我其实蛮理智，还好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，我就以防万一，我觉得希望他签这样子。其实后来跟我讲说，他用那个其实也在看这个男生。他说如果当那个男生他完全毫不犹豫就愿意签名什么的，他就觉得这个男生是很 OK 的。所以后来他就签了吗？对，他就签了，而且马上签，他还在那边一直抱他，他在那边撇开。我说我还很感动，说你们真的好 sweet。然后宇杰又签了，差点也一起签了。宇杰婚前协议书怎么有宇杰的？宇杰边哭边签。是的，对，而且护证事务所也是一直哭的状态，也是很感动，很替你开心，他就很感动。